日前，张靖颖发布了一组夏日写真，照片中的她坐在露天巴士上玩着泡泡机，趣味十足。彩色泡泡给照片增添了不少梦幻氛围感。拿着泡泡机的张靖颖对镜大笑，氛围感爆棚。飘逸长发迎风舞动，变换着动作打出彩色泡泡，隔着屏幕都可以感受到快乐，每一帧都如此的令人心动。张靖颖这一次一改以往成熟打扮，选择了宽松的浅蓝色毛衣，虽然款式比较简约，但是配上简约的色彩，穿在女神身上显得格外的亮眼，给人一种很温柔的感觉，清新甜美，越发的元气少女。江疏影这次的针织毛衣采用了马海毛材质，配上宽松的版型，简约清爽又富有柔软的手感，显得很有魅力。尤其是V领的设计，露出美白的肤质，出色的脖颈线条延长开来，让她看上去更加的迷人，简直是炎炎夏日中送来的一抹清凉，有被美女治愈到。喜欢就订个月呗。